通常咧我就四點九到起身啦，咁跟住都要準備出門口，因為朝早我哋通常會翻工之前就翻教會去祈禱啦，咁跟住就會再翻工咁樣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邝仲安，叫做 Isaac， 都係一個後天視像人士，因為一個眼病叫青光眼咧，而家就剩翻一成視力。見到啲嘢都係朦朦朧朧啦，咁而家我都有一份全職工作喺熱線中心，係處理一啲嘅查詢啊、投訴嘅。一般大部分都係自己做，即係譬如洗面啊、刷牙嗰啲，各樣嘢執嘢都係。平時咧，我有時都會自己煮嘢咧，咁所以有時嗰、那個譬如呢啲電飯煲咧，如果係一啲按鈕比較平咧，咁我就太太幫我加咗嗰啲標誌啦，咁我可以摸落去有啲感覺啦。咁同埋呢個水機都係，如果要自己撳水咧，知道呢個位啦，係啲平板少少嗰啲電器，我就要加啲按鈕去輔助下。其實我而家翻工嗰度咧，每日即係翻工之前都要做咗快測，即係證實你冇事，咁就可以翻工。搞掂。得當年我就啱啱係喺個社福機構去做一啲義務嘅記者，嗰次就訪問阿 Melody 啦，因為佢係做一啲嘅手作，即係 DIY 啊，做一啲時裝啊。嗰次就第一次認識嘅時候，覺得佢都幾特別啦。一來好成日笑啊，二來佢好多時候講創作嘅時候都講到信仰，咁我覺得啊呢、這個女仔又幾認真啦、啊，對信仰，咁所以對佢個印象都好正面。主啊，求你都帶領我哋今日嘅所有工作都係處理完，所以都幫助 BB， 幫助老家咧都能夠健康嘅成長。主啊，讓到咧老家咧能夠經歷到主咧。我哋嚟緊生咗小朋友咧，我都會即係全職咁樣湊小朋友啦。佢有佢自己啲事業要去發展，但係佢仍然都會擺時間喺屋，即係俾小朋友咁樣。我哋都會一起建立一個即係以愛同埋真理基督教嘅家庭咯，我都係。呢度其實我哋教會嘅天台啦，咁我哋會有時喺呢度有啲活動啊，或者弟兄姊妹可以上嚟傾下偈。咁頭先樓下嗰兩層就係我哋辦公室，同埋有時我哋每朝早都會翻嚟祈禱嘅地方咁樣。咁我而家喺123度做熱線嘅客戶服務啦，都做咗11年噶啦，因為一開頭兼職，後屘就轉咗做全職。哦，好啊，先生你好，請問貴姓啊？陳生哦，好啊，我幫你睇睇啲資料啊。長者生活津貼，你係想知道個申請資格嗰啲哦？睇一睇先。睇翻蘇屋村屬於荔枝角嘅社會保障辦事處嗰、那個叫長沙灣社區中心嘅地下嘅，咁就佢星期一至五先辦公啦，咁啊朝早8:09到1:00，就由一開頭入嚟做 training 嘅時候咧，咁即係因為我哋都好好啦，有協會去幫我哋同公司溝通啦，所以譬如我哋要用嘅一啲嘅資料庫啊，或者要安裝嘅一啲嘅發聲軟件咧，都即係公司都願意去配合啦。另外咧，自己亦都喺失明協進會係一個公眾教育大使啦，會去一啲學校啊做分享講座。而家咧自己都讀緊一啲關於 coaching 嘅課程啦，咁希望日後可以做一啲嘅生命教練啦，去鼓勵其他人咁樣咯。我記得初頭去即係未適應到視障呢個問題咧，我就唔夠膽同僱主去講，以至咧其實啲僱主可能會對我有啲誤會啊。譬如我揾一個面試地點都揾好耐。
有時會可能遲咗少少啊，所以其實呢個位咧，其實真係要自己要學習點樣接納自己係一個視像人士啦。我希望咧嚟緊喺全職工作裏邊咧，自己繼續做得更加好啦，幫到唔同嘅市民。另外喺兼職上面咧，亦都希望更多機會去做一啲培訓同埋 coaching 嘅工作，因為咧呢啲工作可以即係啟導其他人啊，揾到佢哋嘅理想。這個呢個咧就其實對我有更大嘅工作滿足感。